12名已经差了多少？7000，又拉到7200了。是，不过他这个牌如果再能够靠回来，又有机会。有机会。你看他的碰碰舞，哎，哇塞，天然成型的碰碰舞，三个强队，1、2、3、4，刚好碰三个打一支停牌。是，一定先碰起来。对不对？那他的九条有没有机会碰到？有，一定有、啊。碧龙那边有一只，北风也会碰啊。北风也碰得到，北风碰得到。哦、白皮不见，哦，那三饼呢？三饼空白，哇塞！再碰，哇，碰碰我自摸北风白皮，哦，也蛮多台，很多台哦，也是有可能会直接逆转了、哦。对啊，就刚刚朱大哥说，对他过到昏掉了。他已经忘记顺序到底到哪里去了。我个人觉得，我到底是过了没？我到底这个四七条到底是过了没啊？是，搞昏了。西风为职业渔翁，职业渔翁，职业渔翁啊、哦，这个形容的还不错。是好来到一进厅，你们在争嘛？争什么争？目前是东西两家一进厅。哎呦，我觉得他杠这个四筹处理的还不错。哦。把这个三饼给拐出来，哎呀，哇塞，什么鬼啦？哦，feel 这么好哦，糊了，碰碰虎还不糊哦？不糊哦，哎，台数不够啦。哎，其实他碰碰虎，我看一下哦，碰碰虎的白皮六台是2000多，3100多，31000多，还有北风是三就六台啊？对啊，北风白皮六台啊，六台是2200嘛？2200上去312，3125600。他等于再一把得要自摸，他想要这把先自摸吗？直接靠起来吧。好，解过水了啦，这边有听吗？还没，这边也在绕。会不会他摸到绝张白皮？别吧，不会吧？来，他不会。七饼没事，好过，警报解除。那你叫你去给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碰起来转凑一色哎、欸！啊，对吼，对啊，还有凑一色这个选择哎、欸。可是他的一四饼已经碰断了，他那个三饼要靠，只好听369条。他要碰，他就先胡，他可以胡吗？不行。可以啊，不行。他解了、啊，他手已经去摸了。哦，他摸了，他做了摸牌这个动作。哇！而且你知道他不胡是对的。因为把庄家留在正好这边，给他多一次机会。没有错，因为他去胡这个第四名没有意义。不过我觉得他不需要把碧龙，不需要看啊，哦，不需要给碧龙看。对啊，不需要。对。哇，这个然后你马上摸白皮就丢下去。白皮其实，白皮要胡吗？你觉得刚才他可以胡啊？我觉得差五千多，差五千多就是一摸一距离嘛，带一个台嘛，没摸到可以啦。只是我是我的话，我有点心虚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去摸牌了。然后人家说碰，人家胡了啊，我现在要胡，我会觉得很心虚。所以其实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就是你再等一手，你可以再停个两秒，哦，就是当你上家你要摸牌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等两秒就好了。不需要这么急的去摸牌，对，对，